旗子、花、草、桃、橙、橘、梨、杏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正是水果成熟的季节，所以今天我带大家到水果园去品尝各种各样的水果。 Let's go！ 哇，大家看，一眼望不到头的果树枝繁叶茂，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成熟的水果，看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在树下的草丛里开着鲜艳的花朵，散发出阵阵花香，似乎要和水果比一比，看谁更吸引人。草，草，草，青草，草绿，小草。山坡上长满绿绿的青草，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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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朵，花园，鲜花。花园里的花朵姹紫嫣红，我忍不住了，先摘个橘子解解渴。大家知道吗？橘子止渴润肺是最好的。橘，橘，橘。橘子，橘皮，橘树。爷爷在房后面种了两棵橘树。说起生津止渴，橙子也不差，而且营养丰富。橙，橙，橙，橙子，橙汁，橙色。我非常喜欢喝橙汁。我和小猴一样喜欢吃桃子，所以桃子要多摘几个。桃，桃，桃，桃子，桃树，桃木。桃子树上结了很多的桃子。对了，梨被医师称为全方位的健康水果，因此大家平时要多吃啊。梨，梨，梨，梨子，梨树，梨花。我最喜欢满树梨花开的时候。杏子酸甜可口，营养价值较高，招待大家最好不过了。
性。性，性，杏仁，杏子，杏树。爸爸下班给我带回一袋杏子。我们快去饱餐一顿吧。